今天我要推荐中单英雄巨牙海绵，简单操作，爆发力强，不需要太多装备也可以贡献团队。在线上使用你的技能，把远程兵吃了，然后等待六级，多控服大胆的移动，帮队友开更大的地图视野，给敌人压力。有了跳刀和暗灭，看到人随便杀。这英雄可以让你学习如何先手，如何带队压制地图和提升你单杀能力。接下来大家一起看 NISHA 的海绵怎么玩吧。拔起树根然后出发吧。正受到攻击，介意再来一轮吗？飞奔的时刻，我介意。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。A dominant performance. 我都不知道我有多少。I don't consider myself the best player.下塔正受到攻击。这里。被摧毁。夜眼中路兵营已被摧毁。夜眼中路兵营已被摧毁。谢大哥送的人头啊。光线再亮，你们也在。被击杀。我变成上好的双直通。